Tibetan girl Tashi Badro from Batang County,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, learns the Xianzi dance from her mother and teachers. Batang Xianzi, a folk dance unique to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, has a history dating back 1,000 years on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. In order to keep this tradition alive, Badro School offers dance classes as a cultural activity. Badro says dancing with her classmates makes her day. Now let's watch the graceful movements of Badro and her peers performing the Xianzi dance. Tashi Ba Zhen， 扎西是吉祥的意思，巴珍是如意的意思，结合在一起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。我从小就喜欢跳旋子舞，能让我心情变得愉悦，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给忘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是从3年级加入舞蹈队的。我们再来一遍啊，这三个动作。第一次正式的舞蹈是我们那个民族特色操，那个节奏非常的快，我们就跟不上去，老师就会到我们的身边，给我们一个一个的讲那个动作。然后老师给我们强调的是表情管理，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注意到我的面部表情，然后我自己没事对镜子练表情。我觉得学弦子舞的时候歌词比较难，很难记住这个歌词，就是互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那个歌词里面跟我们平时讲的脏话不一样，老师会发歌词那个单子，就拼一拼起来，唱歌的调把它连起来，就变成那个歌词了。他学了4个月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比了有些老队员还好。这个孩子也很刻苦，很努力。新教的那些弦子，他如果动作没有比到位，他肯定会刻苦的继续。我不用去说。看一下这个二胡的制作是怎么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皮子是羊皮做的，你看，敲一下，看声音，知道了吗？弦子是唱、跳、拉结合的一个艺术形式。学校开展这些活动，也更好的把弦子文化传承下去。行完了，我们来飞一下飞机。走吧，去玩。我进入校舞队之后，感觉我自己的性格变得开朗了，话也比较多了，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跟他们玩的时候，我感觉很快乐，开心。祝贺日当汉帝刻下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了好了，再往上。这样，同志，得过一路抢不动，该顶给你工也抢生也抢死的，得过开心动一步成30步。不是，起了头了该也得过30步中人了，得么呢？得得中。开心心了，但是也有30步中人。
我们还是吃了六肉。啊，俺黄豆、黄瓜、黄葱。呀，六肉加起通啊。我们巴塘人非常喜欢跳弦子舞。小时候每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家乡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，用唱歌、跳弦子舞来表达自己现在的这一种心情。我非常喜欢我们巴塘的弦子，所以想一直跳下去。我长大后想走出去，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巴塘的弦子，把我们的弦子给传承出去。